你方唱罢我登场，好不热闹。再敢亵渎五湖碑，我宰了他，我砸的就是你，砸的就是你。放肆！闪神，是你，就是你派人暗杀了泰山掌门傲来子，抢夺琉璃甲，你还不速速认罪？傲来子死于鬼谷之手，与我何干？是你指使的，我侥幸逃出性命，跑回泰山，途中才知道师兄他们也在那晚遇害了。人证在此，神圣狗贼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？这是栽赃嫁祸，不是我干的。栽赃？是你这条狗贼率先仗势欺人，杀上泰山，逼得我师父连夜远走，千里追杀，从泰山脚下一直追到太湖。追杀？我追你们作甚？自然是为了我师父的琉璃甲。哼，什么叫你师父的琉璃甲？琉璃甲是我三哥陆太冲的。哎，大家都听到了吧？啊，闪闪，你认罪就好。你果然为了琉璃甲，对傲来子下如此之辣手。黄长老，别把两件事混为一谈了。这五湖盟和泰山派间固然有误会，可沈掌门怎会戕害同道呢？什么叫误会？我五湖盟的是丹阳派的人，傲老头他凭什么杀手？你杀了我师父，还含血喷人，你今天必须给我们一个交代。对，各位听我一句，这小道童的话其中有蹊跷，试问哪有去暗杀还自报家门的？所以我们还是静候高盟主到来再说清楚。好啊，那就赶紧让高崇出来给大家一个说法。对，让高崇出来。高崇出来，出来，叫他出来呀。高某在此。大哥，正主可终于来了啊！你方唱罢我登场，好不热闹。傲来子道兄之死，五湖盟难辞其咎。你，高崇，你承认了？高某当然承认。归根结底，这傲来子道兄乃因我三弟托付而死，此乃大义，高某感佩之极。彩云散，琉璃碎，青崖山鬼谁与悲？哼，且让我看看你们能把这出大戏唱出什么花样，可别让我失望哦。这世界很酷。